Hello， 亲爱大家，十点半了，休息了，休息之后就是我的天下了，就是特别要等到十点半，大家都净空了之后，那我就可以疯狂直播介绍喽。现在大家看到是在礁溪川汤春天的旗舰馆里面哦，那旗舰馆的大众泡汤区域可以玩到十点半。现在看到的是男汤更衣室在这边，然后女汤这边，还有亲子的更衣室，专属的亲子更衣室在这边，好，一个亲子一起这边换，然后这女汤，所以男女生分别有女生从这边原本是在入口处，然后从这更衣室走来走进来的 SPA 区域，然后共同的区域就在这边，然后这边还有置物柜。那可以看到现在十点半他们休息了，齁，休息了，然后工作人员要准备打扫了。趁这个时候我们进来播一下里面呢到底有多少东西可以玩呢，可以看一下这边非常贴心，还有放了一个泳装部门，以及可以贩卖肚子饿啦，玩完了肚子饿的时候还可以买点零食来吃，还有饮料可以喝哦，就在这边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大的打气的充气机，这边呢可以贩卖布啊，可以吃东西，还有补充一下体力，有时候呢泡汤泡累了来补充一下轻食，有厚片的吐司，还有豚骨拉面、海鲜拉面，还有素食的拉面可以补充一下咯，还有饮料可以买，就在这个泡汤区域哦，还可以买冰淇淋，夏天的冰淇淋哦，泡，这个是泡面区。好，再来啊，我们看一下这边大众区，整个这边座位区超多的哦，超多的休憩区，一般来讲都桌子椅子都是一整排，它是一整区。一整区超大一区的，所以呢可以耗很久，泡汤泡累了呢还可以泡泡面来吃哦。那可以看到这边重点是什么，当然就是在泡汤啊，这也太多池了吧，还分口味呢，这边也看得到了 38.6 度的硫磺泉哦，一池一池的口味不同哦，看自己喜欢什么口味，这边是 38.6 度的硫磺泉，这边可以看到是咖啡口味的耶，咖啡泉也是 38.6 度的咖啡哦，哦，这大爷喜欢的咖啡，那你泡这一池老公，你泡咖啡好了啦，你爱咖啡，这个香茅泉呢，还有香茅味道的哦，所以口味不同哦，依据大家喜欢的可以选择哦。我知道我喜欢什么了，我喜欢玫瑰泉呐，38度的玫瑰，这个我喜欢，不管是颜色或是香气都是我的最爱哦，女生就喜欢粉粉的玫瑰。梦幻泉在这边，这个是我最爱的玫瑰泉啦、啊，梦幻的粉红色哦，浪漫的粉红色，我的最爱啦。薰衣草紫色，爱恋薰衣草哦。有人喜欢薰衣草口味的话呢，泡这一池，紫色爱恋薰衣草。再来呢，哦，那可能小孩子喜欢牛奶啦，补充营养的牛奶泉啦、啊。小朋友的最爱就是这个牛奶泉，牛奶口味啦，这也太多口味了吧。光是这一排一二三四五六，这一排就有六个口味让你选哦。小朋友的牛奶泉，这是牛奶泉哦，这也太赞了吧！39.6 度是薰衣草，紫色爱恋薰衣草。这边还有碳酸的冷泉哦，这个是冷泉。那冷泉的说冷呢，也不冷啦，也是有35.4度的冷泉啦。那这边的话呢，是礁溪的原汤。这是原汤的部分呢，比较热，是42.1度的原汤部分哦。而且这个好处是什么？请看一下，上面是有屋顶的，不会晒到太阳哦。那上面也是有屋顶的，这边有屋顶的，所以你白天的时候呢，也可以遮一点阳啊，哦，遮阳的，或者下雨的时候呢，也不用怕下雨啊，因为你看，全部是有屋顶的，就算下雨也可以疯狂的泡汤都没有问题哦。哇，这个泡汤区也太大了吧，口味还真多呢。这口味也太多，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口味啊，朗 K 啊，可以选你爱的口味哦。你看一下蓝色的是什么口味呢，我们看一下蓝色的口味是什么，我看一下哦。哦，这是什么，贝长炭，这叫贝长炭，蓝色的是贝长炭。还有碳酸的冷泉，这边是 16.5 度的碳酸冷泉， 16.5 度的哦，这是冷的哦，冰的哦， 16.5 度的哦。再我们看一下，这个是芦荟泉哦，这个也很营养啦，这个是皮肤哦，芦荟泉 36.8 度的芦荟泉，这是芦荟口味的，绿色的是芦荟。再我们看一下，哎，乌龙汤，这是乌龙茶啦，乌龙茶口味的，
乌龙茶口味的话是 36.8 度哦，平均都是在 36.8 度左右，控制的非常好， 36.8 度，这是乌龙茶咯，真的口味太多了吧。现在是在礁溪川汤春天的旗舰馆，有这么多口味，你看这么多，所以口味同时好多人泡不同的口味，你可以真实泡一泡那一款口味，哎，看每个人喜欢什么口味什么香气啊，自己选啊。现在是在礁溪川汤春天的旗舰馆的泡汤大众区域，口味也太多了吧。我们光是看这边有几个口味啊，这边就有12个池了，这边有12个池，有12个口味，这边这一区，这边是属于有点屋顶的室内区，有屋顶的室内区。那可以看后面的话还有男生的烤箱区域哦，男女生的烤箱不同分开的哦，这边是男生烤箱，目前烤箱里面有71度烤箱哦，排毒的口味，排毒的哦，里面有那个快木那种香气，快木的香气。我们现在在川汤春天的旗舰馆最新的旗舰馆哦，男生的烤箱71度的烤箱哦，一进来哦，好香好香的味道。好，女生的烤箱69度的烤箱，看一下烤箱，女生的烤箱69度哦，还有蒸汽室，有口味的呢，他写中药口味哦，中药口味的蒸汽室，很赞，真的很赞，赞到不行！哇，哦，有口味，好香哦，有当归的感觉哦，哦，中药口味，当归口味，超香的呢，排毒，中药口味的哦，超赞的，哇，整个超赞的口味，超赞的，真的酷哦，看清楚，中药。结果我一打开，真的好赞哦！当归，有闻到当归枸杞的口味，哦，超香的中药。打开，吼，蒸汽用中药的，哦，好香的中药哦！我超爱这个味道，我喜欢那种中药很香的那个枸杞呀、当归，哦，超赞啊！看一下蒸汽室，还有薄荷口味，这一件是薄荷口味，薄荷口味的，看一下薄荷，好，超刺皮，哦。整个那个薄荷，清凉的薄荷口味，这个是薄荷口味的，薄荷口味蒸汽室。好，再我们看一下这边还有什么口味的呢？它的泡汤区超大的。哦，刚刚这边介绍过，我们换另外一区。好，这边我们看一下，这一区的话是属于户外区，这一区的话就是没有屋顶的户外区了。那这边的话也有口味的哦。哇，这也太多了，太赞了吧！还有丝瓜泉，丝瓜口味的，哎，丝瓜要开团，开下礼拜就开，而且大补丸配合大补丸哦，丝瓜泉哦，太赞了！桂花口味，他们口味也太多了吧？他们家的口味是我看过最夸张、最多口味。这个是冷泉，15度的冷泉，毛细孔的收缩一下，好，口味太多了。哇，这个比较高温，40.3度，这个更高，41.5度哦。他们家口味真的超多的，而这边一整排的发呆椅，好、哦、发呆椅。然后重点什么呢？这边还有老公温泉鱼，鱼丝饺来了，温泉鱼丝饺，鱼医生，这个就号称鱼医生来吃你的饺皮的。大补丸就是。减1000块啊，配合政府的大补丸减1000块给大家哦。温泉鱼丝饺，鱼医生，这里也有鱼医生哦。好，可以看到呢，这边呢，哇，更厉害了，充沛的来了。来，刺激的来了，冲一下背咯，来按摩一下咯，冲背咯。太赞了，酷吧？后面是一整排的冲背的，然后这是舒压的，整个身体舒压的，
残酷吧？他们家的口味是我看过最夸张、口味最多的，一整排的置物柜，而且他们的座位区真的也是我看过最多的座位区，超有诚意的啦。置物柜也太多了啦，吼，200多个置物柜。然后这边小孩子最爱，你看我们家小的，哎，弟弟你包场了耶，小的小朋友好玩吗？喷水的哇，这也太酷了吧！疯狂疯狂玩水区在这里啦，直接就在这边玩了。那个什么，那个叫什么来？老公，童万杰啦，童万杰都不用去啦，童万杰的钱就来这边就好了，省起来门票直接来这边。缩小版的童万杰，哇，一整个隧道哎。疯狂童万杰在这边展开了，童万杰的免去啊啦，省起来，规日来拼这边好啊。童万杰的票整个省起来，就在这边玩疯狂，玩两天玩到疯狂好了，就在这里，整个疯狂了。我看看，我要玩一下。好，我也来疯一下。按下去，你看这边，你看按下去，射击，射击，我要射击一下。我也要喷一下，射击，弟弟，疯了疯了，这边在射击射击，太酷了吧，真的很酷哇！疯狂滑水道，哎，疯狂滑水道在这里，酷吧，直接冲下来，哇塞，太酷了。这白天的话也很赞哦，疯狂滑水道。疯了疯了，上面还有个水桶倒下来了，水桶水桶倒水了，上面个水桶。你看上面水桶，水满了就会倒下来了，疯狂大水桶，满了就倒下来，整个在下面就被淋到水了，超酷的哦。它里面整个都在喷水的，你要经过那个整个喷水的通道都在喷水。那我们看一下喷水，喷了喷了喷了，你看还可以这样子，哦，对着滑下来的喷水，滑下来喷水，哦哦哦哦哦，疯狂疯狂，哦，弟弟喷了喷了，喷了喷了，可以对着滑下来的喷水这样喷，哦，弟弟喷水喷水，酷哦，疯了疯了疯了，真的疯了。这边的下面的水呢，全部是温水的，温水的，温水的。你们一定问我冰的还热的，对不对？温水池，全部是温水池。这边是温水池，来，弟弟，冰来热的，谁吃？摸摸看。哦，来，这边的话，戏水区，这边戏水区全部是，目前是33.6度的戏水池，33.6度，疯了疯了。大水桶，大水桶在那边，水满了就会倒水出来了。这边全部，你们问我，33.6度，33.6度的温水池，温水池哦。疯了疯了疯了，简直玩疯了，踢笑了踢笑了。这个白天的时候，简直是一个疯狂水乐园了。哦，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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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水桶又到了，酷吧酷吧。白天的时候呢，再来跟大家做分享，不同的感觉，不同的风情哦。这里有疯狂水乐园，非常有诚意，他们的椅子桌椅非常的多，口味非常的多，所以是能够满足大人，大人是泡口味的，小孩子是疯狂水乐园是适合小朋友，然后大人是来泡口味的，真的太赞了吧，酷吧！这下真的疯了，买不买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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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呢，刚好看过去这一面，这是他们后面，好，面后面，面后面，面后面的话就是面对南洋平原以及火车站，
火车站火车经过，我会看到火车停在这边哦。川当春天的旗舰馆在礁溪，川当春天的旗舰馆疯狂水乐园温泉乐园哦，就在这里哟。买不买？买不买啊？疯了疯了疯了，买买买 ，OK OK 的，那就交给我啦。只要你们愿意买，没问题，那就交给我。其他的工作就是我来，我来。疯狂疯狂吧！所以在这边可能要帮大家准备一点粮食，因为小孩子可能要疯一整天了。哦，准备一点粮食，有看到这边有贩卖。真的没带的话，这边有贩卖区，贩卖区贩卖这个零食的部分，补充体力，补充体力，补充体力哦，补充体力。OK OK。那现在呢？因为刚才更衣室有人，现在已经没有人，我可以从更衣室直接走出去。所以来跟着我一起来看更衣室喽。我从女生更衣室这边出去，刚刚是因为有人，所以我直接从里面介绍。那现在我要走出去，就可以从更衣室大大方方走出去喽。那你们准备穿鞋子？在外面呢，拖在外面呢。他们更衣室超大的，非常大，一整排的，好、哦，一整排的疯狂更衣室。你看，光是更衣室就已经有三十几间的更衣室了。这个整个疯狂。现在我们要走出去，是因为刚才没有从这边进来，是因为有人在还在更衣，现在 OK 了，所以我可以从这边走出去了。可以看到这边是女生的更衣室，然后这边是梳洗的地方，然后可以看到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有七只的吹风机，七只的吹风机，所以呢这边够了够了。然后如果真的不够哦，还有插头，还有空的。自己自备吹风机的话，这边还有插头哦。吹风机非常够，目前有七支，不够的话插头都还有，插头都还可以自己带。疯了疯了，真的疯了疯了，开笑啊开笑啊！水乐园，疯狂水乐园可以玩一整天。来这边呢，记得准备零食，跟他拼了，拼整天的，好、哦，绝对疯狂。还有泡面，热水让你泡泡面，就是让你补充体力，疯狂一整天咯。自己带一点零食来准备好，如果真的没带的话，也有贩卖部，贩卖部钱拿出来就有了。现在看到是女生的更衣室。好，我们刚刚鞋子在这边，你看整个是鞋柜区域，很大的鞋柜区域，因为里面真的很疯狂，可以很容纳非常多的人。这边是整个鞋柜区域。真的疯了，男汤、女汤，男汤、女汤入口不同，不要走错了，尴尬了哦。哦，男生女生是分开走进去的。然后呢，他们还有楼上，刚我说的那个是那个乐园的部分的话是不对外卖的，只有针对房客的部分。那这个疯狂水乐园它是有对外卖，可以单独买门票，疯狂门票。我们来看一下疯狂门票是怎么卖呢？如果房客的话，我们就可以进去免费玩。但是如果你单纯要买门票的话呢，它是平日260，假日350，学生票230，假日是290。啊，所以如果全家来这边玩的话，你看住宿，我们只要住宿不用钱来玩这个，我们光四个人好了。假设四个人的话，四个人假日的话，四个人就如果全部算大人票就是1400，光门票的部分就1400全部省下来哟。我们房客来玩的话都不用钱哦，房客不用钱哦，你就知道门票多少钱了。我们信凯信凯哦，住好吃好，还跟你玩两天，跟你疯狂个两天了，真正起笑啊。然后这边呢，你看到可以补充体力的哦，饮料、泡面，还有烤厚片的吐司，可以补充体力，让你拼一整天哦。来这边玩一整天疯狂了，可能玩到小孩都不想走，被拖着走出去了。大人也非常的舒压，口味非常的多，任君选择口味哦。疯了疯了疯了，新饭店新饭店，开不到一年的疯狂新饭店，礁溪最新的亲子饭店咯，就在这边咯。疯狂的乐园，还有疯狂的泡汤区。嘿，等我开团啦。这边是公共区域，刚刚这边好多人好热闹。这边是大众的公共区域，可以在这边，像刚刚之前就有几个爸爸在那边喝酒，好，可以在那边喝酒，公共区域可以随便你，这边不会吵到别人 ，OK 的啦。
然后这边呢，走出去汤围宫去逛街也都非常的近，还可以走到转运站，转运站那边的话呢，可以逛夜市，哦，很方便。啊，没有开车的怎么办？啊，更方便了啊，旁边就是火车站，火车站呢走过去都走得到喽，没有开车也可以来哦。火车站真的很近，可以走路走得到哦。疯了疯了疯了 ，K 笑啊，玩到 K 笑了，这下子两天都不用回家了啦，被小孩被抓走了。好，看一下漂亮的大厅啊，超美的大厅哦。这边交通非常的方便，不开车的人直接坐火车就可以来了。火车站走路两只腿都走得到了，绝对走得到，非常的方便。逛街哦更是方便哦，没有关系，直接走出来就可以逛街了。最热闹就在这条街上，都在这边了，不用怕。要买东西呢，什么都有，便利商店呢也有，吃东西也有。有没有看到这边旁边就一个 Seven， 走出来门口就是一个 Seven， 这边就一个 Seven。然后 Seven 左转之后就是火车站，所以两只腿就绝对到得了，两只腿到了，两只腿绝对到得了哦。然后这边呢，对面有一个三友拉面，也非常不错吃，加汤加面你不加价，三友拉面里面气氛非常好，100多块拉面加汤加面不加价，三友拉面就在这里，一楼，郑重介绍，环境也非常的好的三友拉面哦，很推荐。非常推荐三友拉面哦，就在它对面。然后呢，再来呢，我们看一下，往前的话呢，可以买鸭喜路哦，鸭喜路我的最爱。再往前呢，去逛街那个卤汁香，卤汁香也非常好吃哦。那爱吃火锅的人没关系，上城三家，对面就上城三家的火锅，扯不扯？要什么都有什么。火车站绝对 OK， 火车站左转就到了啦，两只腿就走到啦，不用开车，坐火车就可以来玩哦。哦，绝对方便，两只腿就可以走得到，两只腿绝对走得到。上城三家就在这个上城家是这一间，火锅，然后拉面也可以吃哦。哦，不想吃里面自助餐没关系，这边吃东西超方便，绝对饿不死的，而且是都是好料的，都是好吃的。便利商店就在隔壁哦 ，Seven 就在这边，看到没有 ？Seven 就在这里，这是 Seven 就在门口左转就是 Seven 啊。然后火车站两只腿就可以走得到火车站啊。逛街这一整条都可以逛街啦，很方便哦。哦，那前面的话，往这边走的话，就前面去转运站的夜市，就从那边走，前面就可以逛夜市。转运站就在前面这边这个方向，就可以逛夜市去啦。OK 了吗？有没有很清楚啦？下礼拜开团，确定开团，绝对开，开下去，而且搭配安心旅游补助的1000块大补完补下去。无敌大补完，一起补下去咯。好，这样子应该会买了吧？你们这不买，我们没办法啦，人客啊，我们很认真，我跟你拼了。你们会不会买呢？要不要给我一点面子？我跟你拼了，我们这次呢，绝对不能太难看，好不好？因为你也知道嘛，我们一定要有一定的量，才有那个价，对不对？哈，我们拼了，靠你们捧场了，我拼了。这是它的外观哦，有面前面这边就是面市井房，那后面的话呢就分南洋平原的，还有分铁路的啊，铁路的话呢就铁道迷呀，可以看风景以外还可以看火车哦。你有没有看普悠玛子弹列车有没有经过啊？今天我很幸运哦，看到 Kitty 的车子哦， Kitty 的列车哦。那旁边走过来的话就是 Seven， 非常方便的 Seven 哦。哦，所以交通绝对没有问题，不要担心没有开车，两只腿都可以到啦。看你是要坐客运到转运站走路走过来，还是要火车站，火车站就在前面左转就是火车站的，非常的方便，绝对两只腿都走得到哦。所以不要再担心车子的问题，都帮你想好了。吃饭呢，哦，一大堆吃饭的，逛街很方便，又有夜市，哦，又有这一条可以逛，哦，礁溪这一条是最热闹，就在这里了。吃喝玩乐全部不愁问题哟，就在川汤春天的旗舰馆这边啊。川汤春天的旗舰馆，我们看到他们车子接送的。如果老人家的话比较不方便的话，可以请他们接送咯。但是其实真的很近，火车站就前面左转就到了，前面一下子就到咯。
然后转运站在前面也走得到哦，就在前面可以去逛夜市，转运站的夜市了。OK 啦，等我开团啦，等我开团了。哎，你们问一下好不好？试掉一下，要不要喊晚餐啊？你们到底要不要喊晚餐啊？赶快给我一个方向吧！赶快赶快留言留言，要不要喊晚餐呢？还是觉得外面已经很多可以吃喝玩乐的呢？赶快留言哦！我要设计方案哦，我要开方案哦，一切为了你们哦，赶快开方案哦！我们下礼拜就开团了 ，OK 吗？哎，这里很方便，你看。那边那么晚了，还可以东西可以吃，有没有看到？这边不怕肚子饿，晚上都还有东西可以吃。前面还有羊肉炉都有，就在这边 ，Seven 也在这边，全部都在这边。哦，吃宵夜也不愁问题了，不愁问题喽。要不要喊晚餐？希望今天你们留言，我想统计一个方向出来。对于晚餐这件事情，我想知道一个方向，请给我一个明灯指示我。到底要怎么开呢？如何开团呢？依照你们的留言，我们要来开讲啦。我想看你们的留言数量，依照你们的需求，我来开好不好？当然是最适合你们的东西咯。 OK OK， 好，赶快留言，赶快留言，大家赶快留言，要不要喊晚餐？今天的自助餐有看到我吃的自助餐吗？超级丰富的自助餐，请留言要不要含自助餐？两个人的大人再送一个小朋友，要不要送一个？好不好？送一个，送小朋友的哦。好，赶快留言要不要送晚餐，还是不含晚餐呢？我看你们的留言来看我开什么方案好了。晚餐吃什么呢？今天有播过了，超级无敌丰富的自助餐哦，超丰富的，超夸张的，而且还有生啤酒以及红白酒喝到饱哦，有骗小孩的，也有骗大人的酒哦，骗大人喝醉酒的哦，都有哦。我也在想啊，是不是两种都开啊？两种都开，让你们通通包赢、包吃、包住啊！有的人不要包吃，就包完就好 ，OK 吗？我也觉得包赢方案两种都开，我也在想这件事情，我来动动脑，我来动动脑咯 ，OK OK。那等我开团哦，你们好好思考一下咯，留言一下，留言一下，我也想看你们的想法这样子。我们家的车子停在这边，我看行李都还没下去，我告还没啦，我们还没下行李，现在才要去下行李。我们家车在这边，因为今天真的客满了，客满了，停到门口这边都还可以停。哦，我们车在这里，哎，下行李啦，我们现在才要下行李，那上面吉祥物，下行李了。今天呢？哇，应该说明天晚上回去之后要清醒了，梦该醒了。原因是，这个小儿子呢，我们大儿子刚完毕业考，那小儿子呢开始要忙期末考，所以我这次连续假期我很乖，都没出去啦，我是拼后面的。你们玩连续假期，我拼后面的那个暑假疯狂玩，一连串的疯狂玩给你们看就知道了。我玩后面的哦。好，行李下行李了，下行李了，我们家的行李很大一卡 ，OK 喽，那就给我一个明灯喽。我现在看你们的留言数量，我看我开团开什么，我希望能开出最棒的方案给你们，最适合你们的方案给你们哦。OK 咯，好啦，那就把这个工作交给你们来判断呢。我的工作已经到此，今天我的工作到今天晚上的时间，这个时间结束了，明天我就继续打工了哦。好，明天继续打工给你们，疯狂的介绍，疯狂的介绍，还有早餐要介绍，对不对？好，今天晚上的工作到此结束，表演结束，观看结束，明天我们继续打拼啦，好不好？好，先跟你们说一声再见啦，弟弟。再见啦，明天早上见啦，明天早上见啦。明天呢，我要来看你们的疯狂留言哦，赶快留言，让我知道你们想开什么样的方案哦。今天晚上有空的人请留言一下咯，拜拜拜拜，我要开方案咯，依照你们的需求请留言，请留言给我看咯，给我一个明灯吧，让我好好设计咯。 OK OK， 拜拜拜拜，晚上结束，晚上结束，明天早上继续工作，继续打拼咯，拜拜，今天的工作结束了，谢谢你们的观赏咯，谢谢你们大家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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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